台北的阿公店只能喝酒哈，啊，陪你的都是一些老妹啊。你也叫啥？老公了，南博阿公店是看中你啊。我们高雄真的有一个阿公店哦，阿公店水库旁边有一个游乐园。里面可以情侣划船哦，还可以游湖哦，听起来蛮无聊的，很快就不用再来了。你心情恢复得很快嘛？你落选现在可以这么开心，笑得这么开心哦。我只是觉得我们的阿公店真的比台北好玩，所以希望你们有空可以来南部的阿公店走一走，谢谢。我想问，较早公山阿公店水库啦，阿公店水库，阿公店水库啦，较早公山的老名就是叫做阿公店。阿公店啦，我希望大家不要太这个太过苛责哈。刚刚这个杨秋兴县长，虽然他只剩下23天，但还是要尊重他啦。我可以理解他刚刚为什么一直频频笑场，很多人不了解笑点在哪里，对不对？各位知道哈，这个当遇到重大的挫折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心情冲击的时候，很多人会。有点情绪失控了，有些人哭，有些人是用笑的方法来表达，算是一种笑看人生啊。但你不但笑看这个政坛哦，应该你也是觉得马总统很可笑嘛，对不对？他想要跟我们南部乡亲拔干净吼，这是不可能的代志。为什么呢？很简单，马英九根本不了解台湾人要什么。台湾人要主权，要一个安全的国家，马英九就没有给大家。要跟大家拔干净，请你先了解南部人的内心，物大家所物，爱大家所爱就丢啦。譬如说，大家讨厌邱毅，你骂邱毅就有票了。好，譬如说呢，大家呢支持呢这个陈志忠，当然也是属于一种呢转移性，也是因为。要支持我们在地的儿子啦，所以呢，请大家呢多多支持。所以你跟陈水扁没有切割嘛？哦，我跟陈水扁已经切割，因为他已经送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今天他终于阿扁前总不是终于，他今天阿扁前总统已经那个发监执行了。不幸啊。此后呢，我想呢，他是1020，那我们在此呢就不便太过讨论这件事情。我们讨论的是跟南部乡亲来保干情，谢谢大家。蔡英文也是要多学一点台语啊，因为你是民进党啊，这个要跟大家再博深一点的感情啊，这对你两千控一厘米，哪怕选总统对你加重要的。好，来我们进广告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天电视。每一张相的背后都有一个香港故事，每个人都是一个香港故事。香港有本地人，有外国人，还会发现我们独有的原居民。不用练习表演的时候，我也想做一个听众去欣赏。Cantonese never needed a speaker。广东话完全识听识讲啊！不同的人，不同的故事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香港。你帮我拣啦，明码实价就得啦。你帮我拣啦，梗系拣全包宴啦。你帮我拣啦，最紧要又靓又抵。呢样又使俾我帮你拣啦。咁又唔使喎，政府嘅医保计划有齐咁多好处，我梗系识拣啦。政府已经提出咗医保计划嘅建议，大家快啲发表意见啦。医保计划由我抉择。全民最大党，全民精彩节目尽在中天。仔细聆听两岸三地的经济脉动，放眼纵观改革开放的全新面貌，请锁定每周六日中天亚洲台王宝贵主持的《慧眼看两岸》。小巧轻薄，外形时尚又兼具环保功能的电子书，即将引领未来的阅读风潮。台湾精品电子书的技术与创新，更是走在科技的尖端。您能够想象一台数位媒体播放器就能够整合家中大小的影音娱乐吗？台湾精品创新研发，机上盒也能够提供客制化的数位电讯服务。梦想全记录。是非不问蓝绿，只有专业，没有操弄，改变台湾，
挑战政论，挑战新闻人物，挑战新闻议题，挑战你的观点。台湾大论坛，等你来挑战。这一碗白饭，三样米饭，三样蛮强的哦。因为一号摄影师就是他。请问是哪一道有最明显的效果？胶原蛋白。胶原蛋白，除了半颗。三号摄影师。看戏来了。欢迎黄少棠、钟欣怡、焦万长、韦梁、刘霞、魏玉祥、刘兆玄、周杰伦。这个查囡仔舞步跟顶一段是同款的，但是不要紧，我们现在最重要要看台湾传奇《夜市人生》第30集播出，请看。多少热情，多少泪。大家好，我就是百变猪猪啊，过米猪啦。但时间吼过了真紧，吼，我的粉丝吼对咱的这个节目啊有够支持的啦。不离过这个秀一个，也是人生也已经第30集咯，哦。所以讲今仔日为着要答谢咱的这个啊粉丝的给我爱护，为着要庆祝30集的这个播出。所以讲，今仔日我穿甲安尼金光闪闪、水气千条，未输那苏艳文也是庄稼子，唔是这个意思啦。未输那哦，安吉丽娜琼斯啦，是不是安尼讲？都我是讲嘴唇无伊遐宽，我若有够宽吼，我就安水甲真正抓袂住。啊，我也希望讲啊，明年这出戏会当报一下金钟奖哦。啊，我摕一下最佳女主角，甲一个最佳造型奖哦。好啦。那讲到这个选举哦，咱台湾这个5都的选举打过尔，夜市内底阁会发生什么代志呢？来，紧甲关心一下。好事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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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喂喂！哎，即摆是光头白日呢，竟然有人安尼溜来溜去在硬拍。啊，这治安有够差呀！不是，不是，快走，快走！哎，警卫啊，快走！快，啊，真正有影啊！啊，你看卖，我选举阁去用开枪，啊，连恁啊开车阁去用抢，啊，这真正有影，啊，咱夜车咱这侪落盘啦！不是，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啊哈！真正。上恐怖的应该是你吧，小姐。我哪有啊？我是倒位在恐怖啊！哎，拜托拜托，你家己唔知啊？家己倒位在恐怖啊？我咧唔知。怪嘛，真真恐怖。面相啊！哎，你讲者，我甲伊啥个恐怖？哼，我知影要安怎讲，当然是你恐怖啊！好谢啊！我来问一下公平的啦。老婆，今麦你翕一下咱两个人，你感觉咱两个人谁较恐怖？啊！这口更加恐怖，看嘞，看到无？啊哈！
你哪会使去怪别人呢？投保泰克是无唔对的啊！啊不是，你的创号，小蛋嘞，戏还袂搬完，恁在咧乱，你走去。走一个，你三个袂使敢走。我跟你讲，您既然讲伊歹，我一定要替伊讨回公道。你不要那个，好死啊！哎呦呀！公道！对！少侠阿妈，我无代志啊。你好大胆，连我都敢创治哦！你敢知影我是什么人？你是什么人？拄只后壁迄个小虾叫你叔叔，所以你是伊的叔叔，名应该叫做虾叔。好，边啊，过一个蛤蟆，所以你三个就是，我唔对，我就是。下输了哈，变漂飞，流不走，变难。下输了哈，变漂飞。哈哈哈！卖得跳啊！安尼安怎足清楚啊吼？知影咱是啥物人啊吼？我知影，恁就是合唱团。不是啊，这是下输了哈。下输了哈。那你嘞？你是啥物人啊？我。我伫这夜市啊，已经真少人问我叫什么人啊。好，我阿你讲，我叫江一官。安怎写？江就是江。哦，一就是一官。我知影，就是官。官你死啦！官是官达拉美拉的官。我甲你讲，我伫这做主已经做足久啊。我唔捌拄到你这种人嘞，你敢会记？放心，我会甲你拦，甲你记条条的。我甲你讲，今仔日，算你人济。我人济，一两三，一两三。我甲你讲，我要拍人，我伫遐比遐人济，我甲伊坐上吧。小蛋嘞，哈？拄只恁家己现主持，家己调走一个，即马讲恁人少。我即马人少，你只蛋，我甲你讲，我随你老人来，你啥拢莫走，莫走，来走，你俩。真正有够莫名其妙嘞！啊，伊敢会去用穿甲变做地头嘞？来，紧甲看落。小等下，小等下，恁这几个啊，你甲我混唔对啊吧？啊，恁若拍唔对人啊，唔通看到地无啊，你就拍。恁若有证哦，都来拍我啦。好啊，你讲的哦，我即马。等一下，我哪会拍唔对人？啊，恁两个人就身子一模一样啊。不过会拍唔对人，歹势啦，歹势。哦，你的意思就是讲，因为阮两个生得相像，所以讲害你拍唔着人。好，这件代志我跟你讲，到这。哥哥，我去要拍你，安尼就准拄煞。要紧啦，因为你太久无来，互拍一下，那要紧啦。哈，
就是因为我太久无来洗脚啦。今天来牙齿洗一下嘛。啊，无算我洗啦，刷刷去啦。啥物咧刷刷去？我甲恁讲，我耳的已经挂线，但是看戏的要去洗。我甲恁讲啊，恁两个啊，唔是哦，两个不落的啊，真两三时，你拢恁的人是。我跟你讲，恁骨落下吼，恁凊彩安尼认着人，就甲你拍拍，就要准拄煞。你嘛较拜托诶。虽然讲恁两个人生作小型小型，但是动作根本就无同款。唔相信的话，你看，你，创啲啦！啊，阿贺，知我是人吗？我知影你是啥人啊！你就是伫第四章话内底，甲小弟弟添予小弟弟看迄个，而且佫无入围迄个孙啦！莫讲无入围代志啦！你即个什么意思啦？啊，安怎？你真正唔知咱是啥人？唔知影，你唔知影？你是啥人？咱就是下输了，天有飞，地无落。谢谢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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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继续唱，来来来，哈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阿妈，什么意思哈？我够十块，不唱啊？哇，你这什么意思哈？哦，我们当成合唱团就对啊，街头卖艺的对啊。我跟你介绍一下，咱就是写书的哈啦，写书的哈。假输的哈，这尼啊老的梗，连小钟都无咧用啊，真正足更小的呢，更小你这小杂毛。安怎？哎呦，你讲话足大声哟。安怎？你即摆连我嘛想要爬上啊？我是何娜娜啦，安怎？连我嘛想要爬上。我，但是，只等几百回，三四五六。阿丽，二三四六。好紧，你即摆人较侪吼，人较侪，慢点讲，要担心。一个不是啦，伊是鬼，知影吼？是鬼，阿你够厉害，会惊吼，会惊吼。我准备出去啊，我跟你讲，我即摆去等你老人，你在等，卖走哦吼，来等你老人，行。等一下，为只行，伊会给我绊倒，我们叫你去退啦，来等。不想去，站这边，站。哎，那赵姐，哎呦，兄弟，我跟他去用怕嘞，哎呦，那真严重啊，较紧的啦，你赶紧去病院啦，啊，我快赶紧去病院哦，哎，哥哥，啊，你两个不爱送我去病院哦，我，哎呦，我跟阿叔。本来就想要送，但是本来够排骨大。嘿啊！啊，你两个呢？我两个，我奶奶要吃排骨汤啊！对哦，啊，你们做生意，啊，你们吃排骨汤。对啊，啊，我哪会这么衰啦？赶紧去啊！哎呀，阿杰啊，那双双手打好，你来抓你啊！哎，何娜娜，啊，你拢未惊哦？哼，我当然都未惊，我要伫咧只等。哎，对啊，等的时阵嘛，哎。我一个这卖臭的排骨汤较紧的哦。差不多。太快了！当这一次换到这个何娜娜来呛声了，哦，结果又把伊的姐姐叫做何泽泽，啥物叫何泽泽？因为伊就叫娜娜，所以讲因这个姐姐的名叫做泽泽就对，泽泽娜娜，哦，所以讲这何泽泽哦，强怕，敢讲啊，这台湾人拢这么怕的哦，啊。
敢会当安尼，逐工安尼光头白日安尼做歹代志，为非三者嘛？敢会知安尼？啊，刷落来，这个警察敢会入来甲阻挡？来，紧甲看咧。停啦！本来就要停啊！啊，你必死，搁拍唔着人哎呀！我知影你本来是要找我是，我是什么人？我讲几摆？哎，我是吓死我了！天哥，天哥，天哥，天哥！现在！你家己唱一届，恁拢卖笑，你家己唱一届，你一人一届，来。来，你来。我 one two， 你先，啊？我是吓死人，红油了，好笨。哎，唱什么？你先给打。我后边我要讲英文啊！我后边可以讲，你起码要讲什么意思啦？哎，那是啊！你起码奇怪呢哈！你起码两个人身在共面跟我怪了对啊！啊，你讲伊说讲歹势，安尼会使袂？哎呦哈，歹势哦吼！咱两个人生得相像啦，才害你拍唔着人啦！我跟你讲，这件代志就真的耍！哎，个真的耍，我几斤票拍唔到呢？好，真的耍，恁在讲的哦哈！拜托嘞！亚奇啊，大家拢洗啊足成的。你有看过人叫我洗啊足成的吗？你有看过人叫臭哈洗啊足成的吗？对嘛，你袂使安尼嘛，啊那洗啊足成来防拍，袂收喊够吗？好啦，安尼啦，甲你讲好啦，阿伯是老的吼，但是恁甲恁甲恁大家看到跟我足成的人，拢会使甲拍，好会使啊无？好，咱来去，小姐们，拜托了。您叫啥？吓死我了哈！别讲明白啊！哦，你是吓死我哈！是的。哦。啊，您把阮当作白吃。啊，你叫阮什么？以后看到甲你足成的人，都甲剥落去。嗯。啊，阮也着爱剥迄个足成你的人啊。嗯。啊，你着在现场，阮直接剥你就好啊。对啊。你讲对啊？无道理啊！别讲明白。我来，我来。兄弟。您是什么人啊？我就是吓死人啊！啊，讲到这吼，真正是啊，烧骂咧无好嘴吼，啊烧拍无咧敬畏啦。那什么拢要骂，什么拢要拍吼，啊拢爱用拳头母来解决代志。我甲恁讲，这个拳头母啊，无多解决代志。干呐，会让这个问题更加大哦，啊，让这个误会更加深啦。落尾是两败俱伤而已啦。所以讲，你看，啊，咱即卖呐开车咧路的时阵哦，哦，你得要注意哦，唔通乌白讲迄个二喇叭，啊，咱唔通乌白讲安尼吼超车哦。那无人呐坐袂爽，袂爽就落车吼，摕一个铁棍叫你甲撸铁棍，啊，无就举一个铁棒叫你来撸铁棒，你知影无？哦，那无去用枪。嘛是去用金啦，哦，用金较好，卖用金啦，是安尼。所以讲，即摆台湾我恐怖一点，哦，唔通乌白共饲，饲来饲去，安尼就袂使。这边，咱我来感谢咱的这个政府，真正大有为，拼治安，拼一个枪支乱飞就对。我咱的这老百姓吼，啊，拢去学防身术好啊，哦，啊，落尾啊，我来感谢咱的国有化神哦，咱的哈佛里。感谢大家收看吼，啊也是人生，咱后回再来见面，祝大家身体健
民最大党，有看无？小哥咯，拢咧拼创意诶，吼！伊若无创意者，后礼拜就免来啊！有责任咯，都是责任。